你好，我们是来自慈济的慕尼夫爱心。慕尼夫爱心，早安，祝福平安吉祥。慕尼夫爱心，早安，早安，祝您身体健康，谢谢你哦。我们来自慈济，慕尼一份爱心，感恩。口号声此起彼落，这天超过700位慈济志工遍布全岛多个地铁站、菜市场、商场等地方，向民众募心募爱。早安，你好，慕尼夫爱心。曾经中风两个星期前还脚骨裂，但无助黄雅大参与今天的街头募款。慈济当我12年了，我好了，我帮扶别人，让别人自己也开心。Thank you for sending your love to others. Thank you so much. 慈济志工范兰旺今天下午即将结束半年外派新加坡的生活，搭飞机回国。即使距离上机时间仅剩6小时，他也把握来付出。跟慈济的师兄姐一起去做善事的时候，那一种气场会让我们的心会有摄受。这是我为什么坚持一直在做慈济的一个原因了。所以今天我离开新加坡之前，我有时间，我是一定要做的。这次的街头募款，民众也热烈响应。在这个这么多人群当中，竟然还有一处的地方是有这种善念，有一种挽留的地方，我也提醒我自己应该要时时提起善念，然后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其他人。我小的时候也是很穷的人哦，我穷过嘛，然后好像有人辛苦，我们就帮咯。每个人的肩啊，就小小的变到大，会跟给人家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啦。We need to help for those who are in need. More effort, if you put together, can bring somebody happier. Because we live in Singapore, we live many race, right? We share and we care for one another.Even we are from different race or religion, we still want to help one another. 不分男女老少，大家慷慨解囊，汇聚点滴爱心，帮助社会有需要的人。大海新闻新加坡综合报道。感恩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